心慢慢的压去变粗，再收回来，收回来顺势写一个弧度，这个弧度后面要放尖尖的，因为够尖，所以它当它勾回来的时候，往上翻回来的时候，这里才会够力。翻起来以后，中间一个点，有点像打勾勾一样，挑挑在对准外面这个最高最外面的点，收好。心，来从侧面来看，再试一次。好，想往左边甩过去，变粗，然后收回来，收回来，顺势写这个卧钩，有个弧度很漂亮，后面要够尖，够尖的话，顺势勾上去，就觉得很凌厉。然后这是一个点，但是它拉到后面也是有点像打勾勾的感觉。然后在点后面，外面这个右边的点，收好，心。